因圣神的召叫，在团体生活中献身事主，热切投身传教事业，并致力承担今日的世界。他们就是圣高龙旁传教女修会的修女。圣高龙旁传教女修会的修女忠于对上主的许诺，他们跨越文化、语言和信仰的界限，展开传教工作，向世界宣讲耶稣福音的喜讯。这些修女在多元文化的小团体里面生活，他们置身于世界不同角落的贫穷者和边缘人士当中，为他们服务。透过团体生活中的互相分享，修女认清他们在当地的传教方针，他们彼此支持，共同实践传教使命。在修女的生活中，祈祷不可或缺，无论是个人或者共用祈祷同样重要。基于一份对传教的委身承担，圣高龙旁传教女修会的修女对不同的文化和信仰抱着开放和接纳的态度。这个跨文化的复传使命凸显传教会修女的传教士身份。修女她们相信天主存在于所有不同文化和种族的人中间，所以她们选择在她们所服务的人当中生活，分享他们的生命和鼓励他们承担个人的责任，为自己创造未来。不少圣高龙旁修女选择生活于充满痛苦和挣扎的地方，他们意识到世间一些残酷的现实正侵扰最脆弱的一群。修女在传教事工上以创新、不歧视和亲切的态度关怀所有的人，并积极提升人性，尤其是妇女的尊严。他们的服务包括有牧民外展、教育服务、照顾病者、社会服务、信仰和灵修、公义与和平。圣高龙旁传教女修会的修女透过一生的奉献和不同形式的服务，履行他们对传教使命的承诺。这份委身的承担植根于圣洗圣事。今日修女她们在不同的国家实践这个传教使命，由最初到中国传教，发展到亚洲和南美洲多个国家。圣高龙旁传教女修会80多年前在爱尔兰成立，两位创办人莫洛尼夫人和保力约翰神父志同道合。之前保力神父是另一个南传教会圣高龙旁传教会的创办人之一，当时传教会的神父已经在中国服务，传教士看到当地实在很需要修女为贫民服务，尤其是妇孺，于是就创立了女修会。传教会的事业仰赖主保圣人高龙旁的守护。圣高龙旁是6世纪一位爱尔兰隐修士，他以在欧洲大陆的传教工作而闻名。1922年，第一批接受传道培育的妇女之中包括莫洛尼夫人，她后来做了修女，取名玛丽博德。4年之后，修女她们启程前往中国传教。修女在中国从事教育和医疗工作，由一开始她们所服务的这片土地就遭受年年饥荒、战争和天灾的打击。30年来，圣高龙旁修女一直分担中国人民的困厄。50年代初，新中国共产政府将修女逐出中国大陆，直至40多年之后，她们才再有机会再次踏足中国。不过修女为中国人的服务从未间断，她们在香港开设医院，专门医治肺结核病人，同时亦为穷人和难民服务。今日香港是个国际大都会，亦都是世界主要金融中心之一。不过繁荣和富裕的社会隐藏了被遗忘的一群。圣高龙旁传教女修会的修女在香港的服务随着不同的时代而转变，现在他们的服务包括
医院牧灵和善终服务。以从事性服务行业妇女为对象的外展服务、监狱探访、堂区信仰培育和正修院的管理。青鸟是修会在香港近十年来的重点服务，对象是一些从事性服务行业的妇女。修女和一班义工主动接触这些妇女，帮她们自己去解决实际生活上的困难。做了十几年的工作，我看到 很多进步的。我看看啲婦女的生活，其實是物質上沒什麼改善的，但我覺得他們的態度是不同，跟以前是很不同。因為我開始接觸他們的時候，他們覺得他們是沒有價值，完全沒有信心，覺得他們完全沒有用的。但現在他們有少許改，覺得他們或者都有少許價值，或者對自己都有信心。現在都會覺得其實慢慢他們都可以想下家庭的生活怎樣改善的，或者他們工作的環境怎樣改少少，所以會安全一點，或者會舒服一點。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都會 給了很大的鼓勵我。紀修女說青鳥的工作充滿挑戰性，当中不断遇到困难，有很多问题都是解决不到的。不过服务的动力是源自深刻的信仰，他相信天主一直都很眷顾圣高龙旁传教女修会的修女。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恩宠是香港人和我们分享他们的生活和生活的痛苦和喜乐，不只是痛苦，都有很多喜乐。因为他们很愿意和我们分享，很愿意欢迎我们来香港，很欢迎很接受我们在香港跟他们一起住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恩宠。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修女在香港，现在我们不觉得我们是外国人，其实现在我们都觉得我们是本地人，因为香港人都很接受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大份礼物送给我们。融入了香港人繁忙的生活，修女同时亦体会到个人空间和灵修的重要。2003年，三位修女由铜锣湾的住所搬到石澳一间静修院，开始他们另一项新的服务。那个时间真的，我离开的时候是离开一个团体，所以有些感动在这里，不舍得离开。那個地方都是乜嘢都好方便，交通啦、買嘢啦，乜嘢都揾到。咁我哋入嚟呢度係好唔同嘅環境，真係好靜，我哋未試過咁靜嘅地方，所以都好一路都好開心啦。因為知道啲人係咁樣嘅環境入嚟，就會好欣賞一個靜嘅時間。所以覺得是很好的，但是有些東西就是沒那麼方便，出去買東西是都是幾遠，但是現在慣了，才知道我們可以在這裡得到我們自己的目標，這個是最重要的。三位修女在石澳天主堂静修社的目标，就是希望藉住优美的环境，提供一个给人找回生活空间的机会，在繁忙的生活中松弛下来，在宁静和祈祷之中接触天主。我觉得那天就说我们只是开一道门，天主就在这里，都会带领他们，我们自己就很开心，不用这么紧张，因为知道是不是我们自己做的。我哋會睇見啲人喺度，無論係一日或者幾日，有時出去嗰陣時，佢哋自己真係好似放大啲嘢，好似放大好大嘅負擔咯。即係佢哋接觸天主就會好開心，開始一個新嘅道路。或者有啲人入嚟係都係揾緊佢哋嘅生活嘅道路，都係。所以我哋真係睇見佢哋揾到佢哋自己嘅願望。咁我哋會好開心啊！真嘅。
嚟避症嘅人除咗可以自己静修之外，修女亦都会用唔同嘅方式，包括音乐、一啲松弛嘅活动，甚至画画同做陶泥，帮佢哋聆听自己内心嘅声音，聆听天主嘅声音。比较自然啲。修女话喺石澳呢度唔需要用好高深嘅道理去传教，佢哋会鼓励嚟避症嘅人出去行下，接触大自然，睇到浪嘅冲击，亦都会有唔少嘅联想。大自然啊，我觉得似会令佢哋谂佢哋自己嘅生活里边都会有咗好多重担啦，或者有啲困难，会觉得哇，佢哋自己就可以一路都会带领他们 很辛苦的。但是一路他们会说，但是都是天主就在这里，那个石头就很定的。那如果他们知道天主是跟他们一起，无论有大浪无论大风，他们都可以定在这里，知道天主是跟他们同在。最近修女有机会重返中国大陆，她们以专业教育工作者和专科医护人员的身份在当地服务。虽然她们并未获准公开分享信仰，但修女相信她们的临在就是她们的使命。修女对于能够再次为中国大地和中国人服务感到特别欣慰，因为早期的圣高龙旁传教士亦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热心地传教。圣高龙旁传教女修会的修女1939年在菲律宾展开传教工作。这个热带国家拥有7000多个岛聚，是一个天主教国家，而且有为数不少的神父和修女。修会在菲律宾的服务对象主要是被遗忘的一群，以及社会上的边缘人士。修会特别为伤残和智障人士开设教学中心，又照顾那些惨遭家庭社会遗弃和歧视的妇女儿童。修女更会聆听和关心贫困者的需要。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数以千计的贫民被迫散居于高楼大厦中间的空置建筑地盘。此外，亦都有修女从事正规的教育工作，他们教授英文和神学，并协助培育亚洲区的修女神父在自己的国家开展传教工作。在菲律宾南部，修女和苏班纳族的土著一起生活，这个原始部族的命运正面临重大的威胁，他们祖先的土地正遭受非法伐木和采矿活动的破坏。在菲律宾，生态学和文化交谈都是重要的课题，因此修女愿意陪同菲律宾人在正义和和平的道路上向前迈进。1947年，五位圣高龙旁传教女修会的修女去到缅甸这个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国家。这里大部分人口仍然依循传统佛教的教法。历史学家叫缅甸做曼塔之邦，无论城镇或者乡郊，全国都处佛寺林立。早期的修女在缅甸首都仰光以北1000里的黑鹰州兴建了一间学校。当时的缅甸政局不稳定，1966年，修会的工作突然被中断，所有传教士被勒令离开缅甸，遗留下来的是一个活跃的天主教团体。直到今日，教徒仍然保持坚定不移的信仰。修女和黑鹰州人建立了互爱和互相尊重的关系，即使在修会工作备受阻挠的期间，这份关系亦从未消减。在传教活动被终止的一段时间之后，圣高龙旁修女获准重返缅甸，
他们希望从事基础医护服务，并培育教会未来的牧职人员。圣高龙旁传教女修会的修女在1955年来到韩国，当时韩战刚刚结束，国家一片颓垣败瓦。修女在木浦港口开设了一间小型医院，没几耐之后又在北韩边境开办了一间诊所。多年来，圣高龙旁传教女修会的修女为那些有最迫切需要的人提供多种具创建的服务。随着本地牧职人员的增加，修女在韩国的服务渐渐转移到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士，包括得不到适当医疗的穷人、难民、伤残人士、末期病人、艾滋病患者和从事性服务行业的妇女。韩国具有优越而悠久的历史，多个世纪以来，韩国的基督徒面对迫害，而且长期和外界断绝联系，但是仍然能够坚持自己的信仰。韩国人大多数信奉佛教，只有一成人口是基督徒。虽然是这样，韩国有不少修道和铎职圣召。圣高龙旁传教女修会的修女希望能够在韩国人的生活中继续潜移默化，彼此提升，因为在苦难和穷困当中，韩国人成为了基督慈爱的标记。1962年，圣高龙旁传教女修会的修女去到秘鲁，为那些由山区迁徙到首都利马的居民提供医疗和教育。他们是生活在城市边缘最贫困的一群。40多年之后的今日，利马的人口由200万增加至800万，不少人依然迁移到沿海城市居住。圣高龙旁传教女修会的修女将会继续和他们并肩携手，一起为更美好的将来努力实现他们的梦想。秘鲁人热情友善，而且深深信赖上主，这份信德之恩世代相传。以往深化信仰知识的机会并不多，今日他们透过每周的小组聚会反省天主圣言，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体会上主的临在，而修女就扮演同行者的角色。此外，修女亦培育本地信友的领袖，负责推行各项圣事的培育计划，包括圣洗圣事、初领圣体和坚振圣事。修女在秘鲁的工作因应当地人的需要而改变，他们的服务对象包括贫穷的人、伤残和智障人士、老弱和患病者，尤其关心长期饱受暴力煎熬的妇女。修女的梦想就是他们在秘鲁的服务能够延续到未来，使所有人都能够体验自己在上主的肖像中所造生的人性尊严。智利是一个美丽又多元化的国家，智利人生性快乐友善，但是在1973年他们的生活起了重大的变化。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随之而来的是充满恐慌和备受镇压的岁月。智利人民渴求教会的引领和支持，可惜本地牧职人员严重短缺，尤其比较穷困的城镇情况更甚。智利教会寻求外国传教士的帮助，于是圣高龙旁传教女修会的修女回应了他们的呼吁，并在1974年前往智利，成为当地社会的一份子。他们同贫民一起生活，住在简陋的小屋。修女希望真正同贫穷的人同行，帮助他们面对现实生活的困难。修女探访家庭，为他们提供医疗协助，又在堂区工作，为家庭为本的课程教授要理，和培育基督徒基层团体。智利人民长期受到因压迫、贫困和绝望所带来的痛苦，很多人都尝试以酗酒和吸毒来逃避现实。修女为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开设戒毒和戒酒课程。
今日圣高龙旁修女继续同智利人民同行，休戚相关，为他们日复一日的艰苦岁月带来一点希望的火花。圣高龙旁传教女修会的修女在1990年来到巴基斯坦，为先特省海德拉巴教区的基督徒团体服务。巴基斯坦有90%以上的人民都是回教徒，只有少数人信奉印度教、基督宗教或者其他宗教。圣高龙旁修女的服务延伸至基督徒、回教徒和印度教徒的团体，透过教育、牧民探访、识字班、医护服务和伸张正义的工作，提升贫民和边缘人士，特别是妇女的地位。修女在巴基斯坦的工作就是透过日常接触和回教徒、印度教徒彼此交谈，这些生活上的对话让修女她们认识到这个古老和多元化的文化，同埋接触到不同的人。修女希望为她们建立一个富有人情味和公义的社会。修女在各地的传教工作得到爱尔兰、英格兰、苏格兰和美国的传教会全力支持。透过多元化的传教事工，修女她们深深体会到传教的使命是为所有受洗的信徒的。这份使命就是要她们特别关注被遗忘、处于社会边缘的一群，并为所有人建设一个更合乎正义和公平的世界。修会致力筹募更多经费，支援在遥远地区工作的修女，更邀请他们所认识的人一同在现世实现耶稣福音的精神。传教士所走的路旅途多变，方向不定，前路不明。上世纪初，圣高龙旁传教女修会的成立是为到中国服务，其后他们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圣高龙旁修女在不同的国家里面发展多元化的传教事业，由大城市到小乡村，从沙漠到高山，他们置身在青年和长者、末期病人和无家可归者的中间。修女他们面对的挑战就是随时准备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穷他们毕生的精力去为被遗忘的弟兄姊妹服务。这种精神启发了早期的圣高龙旁传教女修会的修女，同样的一份精神今日继续激励和挑战现代的修女，带领她们走向未可预知的将来。